大家好，大家好，这里是真佛天空新闻台连生活佛文集网络读书会直播。刚刚有点那个跳电，现在再把它打开。这个是什么画呢？清朝郎世宁的画，你可以看看。等一下呢，会给大家看完整的图案介绍，上面还有当代清朝皇帝的印章哦。嘿，那我们要等大家上来再跟大家介绍。节目一开始为大家播放的是药师佛如来的心咒哦，祈请根本传承大加持，奉请药师佛如来充实我们做读书会的直播分享。祈请根本传承加持，大家身体健康，一切吉祥。
玛哈贝塔兹耶拉扎萨摩卡德娑迭耶他嗡贝塔兹耶贝塔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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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玛哈贝塔兹拉扎萨摩卡德娑迭耶他嗡贝塔兹耶贝塔兹耶拉兹耶拉扎萨摩卡德娑迭耶他嗡贝塔兹耶贝塔兹玛哈贝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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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兹耶拉扎萨摩卡德娑。我们看看现场的同门，奉命带林永妹古方斯立三令，那林波夏立芬连环名字黄晨就是会阿边令，林梅六类文莲王国会加一 K Brana 有感受到药师佛如来加持的，麻烦留言加一哦。钟小兰、杨天明加一，王国会 YG Gin 吴小芳、季珍，还有王国会 YG Gin吴秀吉、刘春梅、薛丽丽，汪木泽、何建宏、刘桂英、何建宏、季珍、王木易、Henry Han、欧之瑜，好、王木易加一，欧之瑜加一，吴秀吉加一，封面带林幽妹、林波夏古方之汪木泽加一。好，我们来奉请药师佛如来。拉扎萨摩卡德娑
耶呀他嗡别卡兹耶别卡兹耶玛哈别卡兹耶拉扎萨摩诃达依娑哈耶呀他嗡别卡兹耶别卡兹耶玛哈别卡兹耶拉扎萨摩诃达依娑哈耶呀他嗡别卡兹耶别卡兹耶玛哈别卡兹耶拉扎萨摩诃达依娑哈。我们来放另外一个调子的，奉请根本传承，奉请药师佛，祈请根本传承药师佛如来以殊胜的琉璃光加持。别卡兹耶，别卡兹耶，玛哈别卡兹耶拉扎，萨摩嘎达黑呀娑嘎。耶呀他嗡，别卡兹耶，别卡兹耶，玛哈别卡兹耶拉扎，萨摩嘎达黑呀娑哈。耶呀他嗡，别卡兹耶，别卡兹耶，玛哈别卡兹耶拉扎。什么嘎达黑呀娑哈，耶呀他嗡，别卡兹耶，别卡兹耶，玛哈别卡兹耶拉扎，什么嘎达黑呀娑哈，耶呀他嗡。别卡兹耶，别卡兹耶，玛哈别卡兹耶拉扎，萨摩嘎达黑呀娑哈，耶呀他嗡，别卡兹耶，别卡兹耶，玛哈别卡兹耶拉扎，萨摩嘎达黑呀娑哈。耶呀他嗡，别卡兹耶，别卡兹耶，玛哈别卡兹耶拉扎，萨摩嘎达黑呀娑哈。耶呀他嗡，别卡兹耶，别卡兹耶，玛哈别卡兹耶拉扎，什么卡都黑呀娑哈。有感受到药师佛加持的，麻烦留言加一哦。好，看看现场的同门啊，丹尼过阿巴嘎巴，吴秀吉，谢大佛有没来加一，甘风丽啊，银大为加一啊，何建宏加一，梁文琪加一。Angelin J 啊，加一 ，Y Jun Gin 加一，杨天明 ，Any Yuan 啊，黄晨加一，林秀英，翁明代啊，永连卷啊，汪木泽加一，汪明代加一，王木一加一，欧志宇加一，吴秀吉加一，林永妹好，那要息灾治病，要祈求药师佛如来给我们加持哦。钟小兰加一，甘风丽加一，我看看现在，先设定一下，我们的脸书，大家好，这里是真佛天空新闻台莲生活佛文集网络读书会直播，今天是第1475集的播出，哇，今天我要跟你攒宝，攒什么宝呢？我很喜欢到那个博物院 museum 啊，台湾的故宫，然后呢，在嘉义也有个故宫，一个是北馆，一个是南馆。那这次在宜兰也有它的宜兰兰阳博物馆。我们喜欢看博物馆的古代的文物哦。那这个呢是跟大家介绍的清朝郎世宁哦的画。之前我们在读书会直播有跟大家介绍清朝郎世宁很会画，他的画风很特别哦，你看看你看这个有没有彩色的鸟，对不对？
彩色的，这个算是菊花吗？嘿，好，再拿近一点哦，再给大家看一下。嘿，哇，彩色的花鸟，它用国画的方式来画的，国画的方式，嘿，但是用西洋的色彩，等于是中西合璧。好，你们看看上面有印章有没有？上面那个皇帝的印章，哎，这个是，哎，这个，哎，我看看皇帝的印章在哪里哦？哇，哎，有没有？哎，是不是嘉乐？嘉乐什么帝啊？嘉乐皇帝的印章，对不对？上面也有，哎，搞不好是师尊过去是当皇帝的印章哦。你看看他整幅画是这样子，然后呢，他这个是布做的，嘿，这是复制画。那我特别去这个故宫哦，请这一个，哎，那一次看了这个画展之后呢，我请了这个，因为这个画很特别，很多印章，嘿，哇，下面也有个印章，哎，下面，哎，哦，下面，哦，郎世宁，你看看他的字迹很工整，有没有？陈郎世宁，有没有？哇，这字好漂亮，好像印的了，对不对？你可以看看，哇，他的画，哎，你看，哇，他的花鸟，嘿，然后呢，哎，哇，你看他的那个。诶，这个鸟对不对？弯腰的姿势哦，诶，它其实这只是它的画作的其中一部分而已哦，它整幅画是很大的，嘿嘿，欢迎到台湾的故宫啊，嘿，好，我另外跟大家介绍，我自己也有画，我画什么？我画那个铅笔的素描，诶，铅笔的素描，嗯，好，先把这个诶画像放在旁边哦，啊，你们看看我一诶。我画谁呢？嘿，咕噜咕列佛母，嘿嘿，还有妙音佛母，嘿，这是我用铅笔素描画的，嘿，这个你们可以看到，啊，这是咕噜咕列佛母，嘿，呵呵，以前我画的咕噜咕列，有吧？嘿，咕噜咕列佛母，啊，哇，呵呵，嘿，这是用铅笔的素描画的，好，嘿。然后哇，这个咕噜咕列，我现在把它拿起来哦，哎，我蛮喜欢这个艺术的哦，哎，这一张是哦，这张是原稿，哎，看看原稿的咕噜咕列佛母，哎，这是我画的，哇，嘿嘿嘿，咕噜咕列吹一首哈，然后我又把它印很多张，嘿嘿，我又把它印起来，哎，咕噜咕列佛母，嘿，这个怒中带笑。我看看还有哪一张画呢？我记得我，哎，其他的画我不知道有没有放在里面。哎，哇，哎，哇，只有咕噜咕列佛母的在这里哦。好，那就是这个样子，嘿嘿嘿，就跟大家展示我自己的画。嘿嘿嘿，哦，那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兴趣啊，所以呢，怎么讲我们自己呢？人生还有很多事要做，嘿嘿，很多事哦，嘿，希望大家能够诶在我们的读书会来，哇，很棒的素描，谢谢。那个谁，杨天明也是很会创作的哦，你的那个诶创作力也是很强哦。好，勋啾，诶，勋君啾啊，我的恐龙又跌倒了，诶，正好，嘿，好 ，May Lotus 很漂亮哦 ，TH 需要 Anything 王木易哦，谢谢 May Lotus， 还有这个诶郎世宁，对，嘿。好，郑雅珍，哎，郎世宁的画工一流哈。甘伯利，哎，西美罗，钟小兰，林秀英，吴小芳，哎 ，Danny Guo， 哎，阿巴嘎巴，这个，哎，这个是从印尼来的，对不对？哎，好，然后还有谁？果然是才女，被踩的。张平师姐，你好，哎，好，那人生就是，你有艺术哦。为什么我们讲到？这个话师尊在讲这个诶密宗道次第广论吧，他讲说密教齁，第一个就是学画佛画像，嘿，因为齁你要做观想，你要观想佛菩萨，那你要懂得画，你如果懂得画齁，你观想佛菩萨就会清楚，这个就是我要跟大家介绍的，其实齁，不只是兴趣齁，就是跟你的修法有关系齁，你懂得画，嘿，你懂得画画，那你的观想一定就会很特别，就会很艺术的，嘿。所以呢，有的同门跟师尊讲：“师尊，我不会观想，我不会观想这个，我不会观想那个。”哇，又死了。哦，
那其实你看呢，画佛像啊，画眼睛，对不对？像这个咕噜咕噜，哇，画他的眼睛，画的头发，还有他的上面的五佛冠，还有他的弓箭，还有他的身体，他的姿态有没有？这个咕噜咕噜，有没有？他再看近一点，看他的脸，你就算不能够观想哦。你观想他的眼睛也可以，观想他的第三眼也可以，观想他的头发也可以、啊、所以呢，今天的跟大家介绍这个画，也是让大家在修法上产生了兴趣。你们可以回去用这个画像的哦，画看看。你那个用临摹的，那这个拿一张纸，把它放在这个。佛卡上面，大张的佛卡上面画一画，画他的边，那影像能力算不错，画画没有，好，那个吴小军你好，洪淑慧哦，所以在密教里面，师尊讲画画可以帮助我们修法，所以在藏密里面哦，他们也有什么沙曼陀罗，有画佛像哦，你不要以为他画佛像是画好玩的，其实不是哦。这个画佛像画一画也会跟佛像合一，对不对？以前有一个是不是叫吴道子？他也会很会画画，对不对？那有个人画马，后来有一天他太太看到，怎么有一只马躺在他家的床上？原来是他画马的先生变成马了。你画什么就跟什么合一，对不对？所以后来他吓一跳，后来改成画佛，跟佛合一哦。好，那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什么啊？师尊的新书《搜奇笔记》，《搜奇笔记》第297册，《搜奇笔记》大宝法王的诀啊。那师尊的师父白教十六世大宝法王卡玛巴，黄教土登大吉上师，对不对？花教萨迦正空上师，那个还有什么教？红教，那大圆满法，对不对？莲花生大士，还有了明和尚，四教呢，修到最高的法，对不对？白教大手印法，黄教大威德法，花教大圆盛会法，之前介绍那个毕瓦巴道果，对不对？花教的，这是花教的法，还有那个红教是大圆满法，反正红白黄花，你随便问我哪个教，我都知道最高的法，是我们师尊修正的啊、哦。所以呢，今天呢要介绍的是这个大宝法王卡玛巴，有一家人，这个在大宝法王卡玛巴啊、哦，他又称为，那个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正德。自心啊，自心真如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正得自心真如的意思哦，有令谢谢啊、哦。那所以的大宝法王卡玛巴，他有没有神通？有，听说他也是病业往生啊、哦，但是他的神通力也是很大。有一家人呢，在大宝法王卡玛巴来这个新加坡吧。到新加坡弘法，那一家人非常的仰慕大宝法王，就去拜访大宝法王，跟着皈依，结果大宝法王不收他们为弟子，他说你的师父另有其人，而且那个人呢以后是我的法师啊，就是说也是大宝法王的弟子，哇，那当徒弟当不成，只能当徒孙，到底值不值得？所以这篇文章也是问你，问大家，这个是皈依师公好，还是皈依师尊好？对不对？你说，师尊的法，师尊的那个，秘法不是师公传的吗？那皈依师公肯定更好吗？第一个是缘分，第二个呢，曾经有一个案例哦，他说，这个弟子跟师尊去香港啊、哦，几个弟子护持师尊去香港嘛，然后呢去那个面见土登大吉上师，好了，然后呢师尊跟土登师公先坐在这个大厅上面，那弟子就晚到的就过来一看，师尊也在，师公也在，
请问该顶礼哪一位？先顶礼哪一位？哦，先拜师公吗？师公因为师尊的法是师公传的啊，那照理讲应该是先拜那个前辈老前辈，再拜师尊吗？哎，结果密教的密法不是这样子，对不对？哎，这个没有人回答，应该先顶礼师尊，因为你的法是由根本传承上师所传授的。哎，这个就是一个密教的规矩，就像好像是密勒日巴，是不是？哎，那有一次师父马尔巴也是叫他去密谈，结果呢，哇，他看到喜金刚，他好像要把他拜下去，结果这个师父就说不对，谁传你密法的？哎，不是先看到喜金刚哦，先看到金刚神才拜这个金刚神，不是，是谁传你密法的？要拜谁传你密法的？要先顶礼他，对不对？那好可爱的小恐龙，对，这个叫做肩颈娃娃，肩膀娃娃，上面还有个小的吊饰啊。所以这个谁传你秘法的，要先顶礼那一位就对了哦。好，我们看看这个文章。再次共餐的时候呢，新加坡有一家人然后呢特别供养这个共餐的意思哦。因为现在师尊在西雅图，那共餐的话怎么办呢？共餐的全部都在西雅图的雷藏寺图书馆餐厅用餐。那一次有限制人数，大概四个还是五个我忘记了。那那家人呢，就是来西雅图可能问世之后啊，然后也要那个共餐。共餐的时候他们就跟师尊讲一个很感应的故事，一个特别的故事。原来十六世大宝法王曾经到新加坡，那一家人呢，哇，全家都很仰慕大宝法王的圣名，全部都来拜见大宝法王。那听完了法之后，当天有皈依仪式哦，很多人都去皈依大宝法王。只是呢，这一家人一来到这个大宝法王的前面，怎么样，大宝法王退见，把他们推回去，突然说这家人不可以给他们皈依啊，不可以给他们皈依，那怎么办呢？人家都有皈依，我们都没有皈依，怎么会这样吗？难道是他们罪障深重入魔吗？业障吗？是鬼吗？是异类吗？大家在大家都皈依，独独这一家人没有，不能够皈依。哇，那个时候他们也很尴尬，也想不通，不是都是平等的吗？为什么不给他们皈依呢？哇，那个大家都在现场看到这一家人没有办法皈依大宝法王，好像被判了死刑一样，那个在群众中的真的很尴尬，抬不起头来，怎么师父呢不那个接受他们的皈依呢？后来大宝法王旁边有翻译哦，他就告诉他们，他说这家人呢不是我大宝法王应该收的弟子，将来他会遇到什么一位最殊胜最珍贵的法王，那这个法王呢也是我的法师，也是皈依我，也是我的徒弟哦，他的传承又是来自天外之天，这个法王是稀世珍宝，非常珍贵，他闪亮的珍宝照亮了世人的眼睛，他的光呢密教的这个兴盛就在他的肩膀之上，所以呢我大宝法王不能够收你们，你们全家都是这位世间珍宝上师的弟子，那他是我的徒孙，那也是我十六世大宝法王的徒孙法师，这样子明白吗？那家人说啊，当不了徒弟，只能当徒孙。那个时候这一家人怎么样？哇，那个内心好像乌鸦一样在叫啊啊啊，乌鸦飘过来了，非常的非常的尴尬，对不对？有点愤愤不平。后来呢，直到他们皈依师尊之后呢，哇，这家人啊，那其中一个女主人才告诉师尊，卢师尊，现在我们明白，原来我们这一家人的缘分就在您这里。所以呢，这篇文章虽然很短，你可以看到第一个大宝法王的神通力，对不对？他绝对是
非常殊胜跟珍贵的，但是他也会看宿命通，他也会看未来的。然后呢，我们会皈依师尊，怎么样，都是累劫累世的缘分，对不对？有正量的师父才能够看到这样子的缘分。相信大家呢，在过去也是跟师尊结很深的缘哦，这一世才能够，这一世才能够，皈依我们真佛宗哦。跟佛力讲，想皈依却被拒绝，不明内中原因，真的很难受。以为自己做了什么坏事哦，当初很尴尬，对不对？罗丽华、陈丽珍啊，有没来啊？对，先顶礼根本上师啊，李瑞珍啊，对啊，林秀英、何建宏都讲哦 ，Melotus 哦。好，都是讲说都先顶礼根本上师，甘风力也是哦，原来你们在打字，外练够玄一嘿，黎文啊，甘风力，那就画佛菩萨的像，九支容易合一。我告诉你，如果佛像画不起来，还可以画什么？师尊的两个眼睛也可以，你把眼睛画得很像也可以，把鼻子画得很像也可以，把他脚上踏的莲花画得很像也可以，把他的手莲花手一只手画起来很像也可以，先一个部位一个部位的画哦，画佛像可以帮助你专一哦。好，不信的话自己做看看。幽灵侯淑慧啊、林慧基 Diamond 那个哦，好，再来是谁？廖烟玉、阿丹丽娟、Jenny Jen 哈、还有好。还有谁的留言啊？啊 ，Libigo， 好，第二篇呢要跟大家讲，哇，也是西藏很有名的上师，他是谁呢？就是陈建明上师。我们在念大学时代的时候呢，书架上佛教的书架早已经摆了好几本《取公斋》，这是陈建明上师的，那个著作哦。陈建明上师被海外公认为是最权威的西藏的密宗，西藏密宗的专家，他的著作很多。我刚跟大家介绍，我大学的时候我就有看到呢，他书架上有《取公斋全集》哦，是一本非常伟大的密教的著作。那陈建明上师呢是红教的，那传承来自灵马派的诺巴上师啊，诺那上师，还有格举派的巴贡格佛活佛，那三十年代，那这个诺那上师在汉地有弘扬佛法，有四年之久，然后呢，这个诺那上师在汉地弘法四年之久，那贡嘎上师在汉地弘法有二十年，那时候得法的弟子有很多，师尊念到梁漱溟、黄念祖。弘法的有陈建明、吴润江、刘瑞芝、张成基，其中张成基博士写了什么密勒大师的传记，整本我在书架上都有，那这个张成基博士也是皈依真佛宗的弟子哦。陈建明上师他是哪里人？湖南人，好，湖南简称湘，对不对？一个法相的相在三点水香，你没有吃过香菜吗？好，反正呢，他修净光法、梦观法，还有着火法，获得了很大的正量。那他有个特质，什么特质呢？他很重视这个亡者的超度哦。那他的提出的他的看法，我们跟亡者都要重视无常，不是亡者要无常重视，我们自己也要重视无常。那我们跟亡者都有作业，都要忏悔业障，然后我们要为亡者祈祷布施，要为亡者呢激起无常心、菩提心、慈悲心，哇，这几个那就是他对于这个度亡的重视。好，所以呢我们在修法的时候也是在感恩啊，感恩所有活得的人跟往生的人。那这个陈建明上师有个很特别的，他常去狮驼林，就是我们讲的坟场，他在这个坟场修法，那布施供养，然后所以，但是你如果正量不够的，你结界不够的，你没有相应的
不要去坟场做，免得招鬼回来。哎，怎么一堆好兄弟都跟你回家？你以为是招财吗？招鬼回来，因为这个光也不够，湿食也不够，甘露水也不够。他们说你是给我装好玩的，好回来吓你好了。这是我想象的，反正呢，有正量的才可以去哦。前阵子我听说有弘法人员带一大堆同门去坟场做烟供，这个做烟供虽然不是很多供品，可是这个观想力还有相应啊，跟本尊的相应力还不够，就去坟场做烟供，被吓死人了。哎，这个会招鬼的，除非是真的有正量的哦。好，这个是题外话跟大家讲哦。哇，李比哥，谢谢你陪我们一起读书会，你陪我，我也陪你哦。哎，小妞 ，Jenny's John 啊，好 ，Anna O O， 你好，现在在介绍嘿。你跟连振昌送来的这个书哦，李碧哥、古建龙、一正红、Andy Frong、Chanel， 好，我们再来讲哦，他同情十种这个往生的众生，哪十种呢？哇，南征北战的这些将军战士，你说这个杀人对不对？战争就是很残忍的。你不杀敌人呢，你又违反国家长官的命令，杀了人又是这个杀身。嘿，那这个国家命令有错吗？国家命令没有错，可是杀人杀身呢，还是会有业报因果哦。有的就是没有办法往生，所以呢，这个他很同情这些北战南征的这些战士哦，效忠国家的嘿。那在战场上阵亡的孤魂，不管是现代的、古代的，有的呢，你去看那个古装片的，对不对？第一排当炮灰的，他们冲锋前面被射杀的最快的，但是他们还是勇往直前。然后呢，大将军在后面指挥，对不对？好，第二个呢，就是呢，一些奴婢用人，好儿好女为人家。这个当奴婢，早上也骂，晚上也骂，吃也吃不饱，衣服穿的又很寒酸啊，受尽人生的苦楚。嘿，有时候呢被赶到这个因为呢做佣人伺候主人不好，就被赶出去了，饿死在街头的孤魂野鬼。嘿，念我记得我们在念地藏经，第四品地藏菩萨是光目女的时候呢，怎么样？哇，他的妈妈对不对？他的妈妈喜欢吃好食鱼鳖之属，对不对？所食鱼鳖多食其子，妈妈喜欢吃海鲜，喜欢吃鱼软龟蛋，嘿，然后又造了很多口业。后来呢，本来要下地狱，那因为光目女为妈妈做了功德，妈妈呢，就转世成奴婢的孩子，嘿，才出生的时候就会讲话。说我是奴婢的孩子，然后呢我出生大概几岁我又要走了，又要往生了，我本来是要下地狱的，非常的苦，因为你的功德让我能够免除地狱之苦，可是我十几岁之后我要回去归队了，哇，女儿啊，你来帮我。简单的华语来讲就是这样子，还记得吗？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第四品，哇，奴婢的辛苦对不对？那变成孤魂野鬼哦，我们的这个陈建明上师非常的意念哦。还有呢，这个出外做生意的人，现在有坐飞机的，古代有坐船的，坐马车的，反正客死异乡的，嘿，然后呢疾病缠身的，或者旅店这个客死在旅店的这些这个做商人的孤魂野鬼。好，这些人好像都是善良的老百姓，可是呢坏人陈建平上师照样很意念他们哦。恶斗争强，枷锁临无臂，就是呢这些这个街头斗狠的然后造业杀人放火的，造种种业的，然后呢他就是下了监狱，然后被砍头杀头的这一些死人犯，那他们呢这个犯了王法哦，行死的，因为受刑而死的孤魂来受甘露。所以呢陈建明上师他的胸襟很大，不是只有度善良的孤魂，连造恶的孤魂都要度化他们的。
还有呢是什么宿世的冤家，那种过去世的冤亲债主，然后呢转世找仇家报仇的，然后呢有时候给人家下毒药的，九窍生烟，丧了身合体，要死孤魂，那有害人的，被人家害的，或者害人家的或被害的这些病死，被下药而死的孤魂，他也回向。还有呢回向父母恩重难报，对不对？父母的有的是这个父母早夭，或者呢妇女生产，然后呢母子都早夭病故的，这些呢他也去回向了。还有呢急难颠恶，哇，这个是什么呢？哇，这个因为很穷没有钱，可能去借地下钱庄没有钱还钱，然后又被关逼，没办法反关逼，被那个政府官员逼迫下刑狱，然后呢没有钱还债，或者自杀自刎而死的这些苦难的老百姓，哇，陈建明上师也超度他们哦。还有呢那个病很久生病久处床枕求生求死了不可得，地藏经讲的病很久，有的病你知道病三年五年十年都卧病在床的，那个人生都觉得是灰暗的，然后最后病死的。所以那个如果遇到那种久病然后无法下床的，一天到晚就要这个跑医院啊，然后又要吃药又要化疗的，这个有很重的病业，真的是要念地藏经回向的。那这些久病而死的人，陈建明上师也是回向的。还有呢去外面这个被洪水淹死的，去海边有没有台风天去观浪闲得没事这个去钓鱼，那个有的人专门去海边，那个这个石头旁边就是那个大海了，那个风狗浪一打上来人都不见了，巨浪滔天或者洪水或者地震或者受种种的天灾，对不对？那些死的孤魂野鬼又火烧地震的天灾的，有的是在外地遇到天灾，然后呢身首异处，这个没有办法用这个家书来告诉家里的人自己已经死了，那些孤魂野鬼陈建明上师也超度了。还有第十个是什么一些精怪我们有那个大树宫石头宫，对不对？附在木头的精血无主亡两倍，灵界飞前莫不回生意我佛慈悲，反正这些精灵妖怪的，那陈建明上师也去回向，等于说他所回向的众生，不管他是造什么业，是意外死的、病死的、被人家折磨死的，是有钱的、没钱的，有这个穷凶恶极的、犯国家业的，或者是善良老百姓的，反正呢，所有的众生他都去回向。这个让我们想到什么？梁皇宝忏，大家有拜过梁皇宝忏吗？对不对？一到十品，那比如说五六品呢，这个五品、六品、七品，那这个为六道众生回向吧。那第八、第九特别为这个恶道的，也有为魔王回向、地狱道回向，很多地狱的众生回向，有为这个比丘尼回向、为老师回向、父母回向、国王回向、政府官员回向，也是对不对？梁王宝忏，你在念忏的时候，你会看到说，哇，他也是为所有的六道众生回向哦。所以呢，等于是平等的救度哦，就是像地藏菩萨的心愿一样，平等王，平等的救度。好，那他最后呢写的这个诗有三段，简单的意思就想说，第一个人才刚死的，下一个又下来，又死亡率很高啊！下一个死的又来了，第一个死的那个身体都出油，那个油才刚流出来，下一个又有人死掉了。那这个这个埋葬死亡的地方越来越多，什么时候才可以停止呢？那少年的时候，人生少年，哇，精进读书。等到长大成人了，就忙于名利，那个官场或者名利场做生意的，
然后呢等到老了才要学禅学佛，可是时间已经不待了，已经很多了，那就是留着哎，已经不多了，所以呢留着白发在哭丧啊。好，所以呢这个狮驼岭在坟场看到一个个坟墓，看到曾经来到人间的这些人已经变成孤魂野鬼了，几许的哀伤。嘿，那就是苦口婆心的劝他们，希望呢能够得到佛光的接引哦。那这个陈建明的上师的故事还没讲完呢哦。那师尊呢很敬仰陈建明上师的精神哦，法身境界觉受殊胜，法跟我合一，能够很深入密法的境界的。那有一件事情这个必须提出来，就是陈建明上师他在78岁的时候呢到了加拿大温哥华世界这个佛教会演说说法，当时呢有一位这个帮陈建明上师开车的司机叫做赖文彦，大家还记得吗？在加拿大的谁莲高上师，他当初也想皈依陈建明上师，陈建明上师有收吗？也没有收，他说你的师父呢不是我，你另有其人，另有其他的人。他说上师你要到哪里呢？我要去坟墓哦。然后他到坟墓呢撒米糖果饼干水还持咒，然后呢这个本来这个莲高啊就是当时的赖师兄赖文彦，他要皈依陈建明，陈建明上师说你是密教的根器，那你要收我为徒吗？我准备供养。他说我不能收你为徒哦，你的上师另有其人，你的上师将来是一位伟大的瑜伽士。那个那时候的赖师兄说但是我现在就想皈依你呀，陈建明上师说你的缘分是在他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后来这个赖文彦就是后来皈依了我们的卢师尊，成为真佛宗的莲高上师哦。当时还在问说那个他未来的师父是谁呢？他陈建明上师还预言哦，这位师父出生在台湾，将来如大日普照，所度的众生无数，你将来是他的弟子。那他说怎么看呢？他说我已经这个预先就看到这位密教的慧心了，他光芒四射，五湖四海皈依的很多，他是一位伟大的传承者，他会指引你皈依成就。然后呢所以这件事情后来是谁？赖文彦就是后来的莲高上师跟师尊报告哦。所以陈建明上师也是真的是先知先觉。好，介绍两位上师了。那 Libby Go 加一 Lib Don Die Jenny Wang Aben 对不对？Amen 好 Diamond 加一，陈凤美加一 Low Kelly Libby Go 谢谢啊。好，最后一篇跟大家讲加持买卖，想要发财的人看，请看这边，有一对夫妇应该有7-8年了，要卖房子吧，要卖他们家的产业，然后呢找了这个中介那个来帮他们卖，卖很久都卖不成，后来他们只好怎么样写信啊去求师尊加持了。在去年中旬求这个写信祈求师尊加持哦。所以你们不要以为说写信了不是师尊亲自回的就没有用，不是的，你要对师尊有信心，除了师这个写信给师尊，自己本身也要这个做功课，然后师尊回信的时候呢，回信中心回信的时候也会给你各种的福，对不对？卖土地的有卖土地的福，那如果求工作的有贵人福，生产的有生产福，治病癌瘤的都有福，都是师尊亲自加持开光的，有信心的一定得到加持成就。好，这个家人呢因为写信给师尊没多久信回来了，对不对？隔壁呢正好搬了一个也是卖房子的，然后因为地理之便他们又再给他卖房子的去卖，结果了来了好几位买家，很快房子就顺利卖掉了。不但如此，他的孩子读书毕业也很顺利的找到工作了，所以他写信这是谁啊？莲花繁生
这个同门呢，来自 Australia 的。所以师尊讲，我对于每一位弟子的来信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视哦，哎，而且亲自加持每一位弟子的来信。那很多弟子都是有所祈求，因为我们都是娑婆世界众生啊。师尊呢常常祈祷什么？本尊愿来求愿的人都是如愿的，包括我们的读书会直播，已经不知道多少人看了我们的直播，有种种殊胜的感应。有一阵子我把大家的感应贴出来，有的看了直播之后身上的病痛也好了，也有。那不是慧君上师加持的，我没有那么厉害哦，是我们看直播的时候虚空中佛菩萨根本传承的加持力哦。好，那师尊呢常常回向，对不对？哎，这个愿人人快乐，人人离苦得乐，能够互相人人互相合作，不要斗来斗去的，然后能够福德圆满，最后每个人人人都能够修法成就。那师尊呢常常想到维摩诘的话，哎，他讲说什么，哎，那个烦恼即菩提，哦，烦恼即菩提呢，这个是有证悟空性者讲的话，不是口头禅，嘿嘿，烦恼即菩提，所以也不用断烦恼，嘿，那不必断烦恼而可以得到解脱。那你讲说那是不是很，哎，这个很矛盾，不断烦恼，天天烦，天天烦，哦，如何解脱？因为他修正到空性，烦恼来也是空性。如果能够修到这种正量，你才讲说我是不断烦恼而证菩提。如果修不到这个正量，麻烦你断烦恼，好好的修了。好，进入邪见而取得正觉也是一样。邪见及正觉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正悟到所有的法性都是空性的，嘿，空性，而且自如佛魔亦如，对不对？正邪也是一如，根本什么是正，什么是邪，对不对？有修到这种正量，才能讲邪性，哦，邪见也是正觉。好，所以我们看佛法要能够明白它的更深的意义，不是表面的啊，去多多烦恼没关系，邪念没关系，不是这样哦。好，第三个，住于八难而无难哦。嘿，哇，释迦牟尼佛有九难，有九种灾难，比如说提婆达多害他的难，对不对？孙陀利战争，哎，污蔑佛陀的难，雪山苦行，哎，苦行六年的难，哦，他有九难。那住在各种灾难而无难，哇，这个也是很高的境界，因为修到身无我、法无我、心无我，他才能够住在八难而无难。我们现在还是要免除灾难，还是要惜灾，还是要大救难的哦。哎，那我们只是把这个陈建明上师的这个，哎，维摩诘大师的这个境界跟大家报告哦。佛跟魔一如，一如无二如，法性是一，也是一样，刚刚的境界一样的哦。好，又如慈心，哎，慈悲跟怨恨的心哦是一如的，恭敬跟回谤都是一如的。所以呢，等于说正得空性的人哦，能够一如，就是他没有相对的概念，哎，赞叹也好，毁谤也好，他没有相对的概念，完全一清净，一切都是清净，但是也不会污染，他不会守戒，但是原来他也不犯戒，哈，好，所以呢，这个就是心，哎，自心的本质哦。当我们得到超然的思想的时候呢，师尊说他也会一切平等，一切随顺，一切无所谓，哎，这个，哦，这个境界也是很高的，对不对？这个漂亮的跟丑的平等，有钱的跟没钱的平等，哎，这个聚跟散平等，哎，欢喜跟忧伤平等，哇，哦，那个一切平等不好修哦，啊，一切都随顺也不好修的，嘿嘿，哦，那个，哎，这个众生要求的，师尊就常常满众生的愿哦。所以你会看这本书后面有写最大的满愿童子，大家都在求满愿童子，你不晓得最大的满愿童子是谁呢？翁咕噜连声稀里哄，最大的童子竟然是莲花童子，哎，掌声鼓励一下哦，哇，哎，一定要记住今天读书会讲的话，因为这句话是师尊讲的。好，
哦，所以呢一切都随顺，因为师尊也是满愿童子，他可以随顺，可以满我们的愿，一切都无畏，嘿，因为呢他知道说一切都有因缘啊、哦，所以师尊讲，我也会尽心尽力去帮助所有的众生，我对于一切事情没有欢喜也没有忧伤，嘿，那他就是顺着，嘿，那比如说他在法座上，哇，今天法座上很想睡，他就讲我想睡啊，他不会为了顾及形象假装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师尊不会的哦，一切都是很自然的啊，我的加持力来自于佛菩萨本尊的加持力，然后再给转与众生的加持力是平等，就像太阳有因为这个动物比较大，动物比较小，大的就照的比较多，小的照的比较小嘛，哎，同样的光亮一样照，对不对？哎，加持力平等的，加持力是随顺的。那所以呢，成功跟不成功，成与不成，一切无所谓。但是只要怎么样，你精进努力。师尊讲，哦，我们不要在乎成功，在乎失败，你只要你的过程是努力的就可以了。啊，因为这里全部都是因缘果报啊。好，就是今天第三篇的文章。明天呢，会再介绍两篇啊，这本书就大致上要介绍一部分了，介绍大部分了。我有时候在想，因为里面的文章有弟子的感应，那弟子的感应有时候是师尊有想要度化的众生，所以呢，你在看那个感应的时候，你要想那个是哦，师尊要度化的众生，不是要我们去追求那个感应。哦，所以呢，其他的资料可以大家去研究去看而已。而且呢，感应其实很多人都有感应哦。我比较重视的是什么？这个人的心地，是不是心地很宽广？心很善良，能够耐得住考验，耐得住折磨，那个呢，我会觉得是比较最高的正量跟感应，那其他的呢，其实很多人都有感应，对不对？我们修行其实也不是在追随那个感应，但是师尊的书上也有写出来，那个有师尊要度化众生的因缘，那就是我们自己要自己去明白自心，那个最重要了。好，我来看看同门，甘风丽最大的埋怨童子就莲花童子，一定要记住，吴秀吉、何建宏，谢谢哦，好，啊，其他名字都念过了 ，May Chen、吴其生、Funny Chen 啊。李碧够加一，梅红你好，林苑君啊，李碧够加一，李东代Jenny Wong Low Kelly 陈凤梅那还有这个我下面那个好Georgia NG 好那快乐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节目最后我们跟着伟大的师尊一起来唱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南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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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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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愿同念佛者同生极乐国，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
见佛了生死，如佛度一切。见佛宗弟子是莲花慧君，今此作回向，祈愿根本传上师，愿世尊常住世间，常转法轮，无住涅槃，佛体安康，一切度众的誓愿悉皆圆满吉祥。祈请佛光助照，加持师尊师母长寿健康。也回向所有参加读书会同门，看直播看重播的大众，能够业障消除，清净自信，修法精进，顺利圆满。好，我们以感恩的心做观想大礼拜，一拜师尊十方佛，嗡白光阿红光红蓝光，观想顶礼善应，二拜十方诸菩萨，嗡白光阿红光红蓝光，观想顶礼菩萨善应，三拜护法金刚，嗡白光阿红光红蓝光，观想顶礼护法金刚善应。四平台稽首礼敬十方圣贤。好，谢谢大家今天参加了这个读书会直播，相信大家都发起充满。今天的三篇文章介绍到大宝法王的觉跟陈敬明上师的觉，哇，都是大成就者，都知道这个弟子是不是应该收的，对不对？那个这个弟子是最后会皈依师尊的，所以呢他们都不收哦，利比够，你真的有加一，真的好很棒哦，嘿，那就是讲到他们的精神，还有这个最后一篇讲到加持买卖的，哇，弟子呢其实感应的很多，嘿，有治病的，有做生意的，嘿，有求这个求姻缘的，求生小孩的，哇，求这个痔疮犯的，降头的，其实各种的感应。但是这个感应都是怎么样，我们师尊的正量能够证得空性，能够证得一如，没有二如，只有一如的人才能够有这样子的正量了。嘿，那我们读这个书呢也是要让我们明白，不是只有感应而已，而是自信的明白更重要。哇，你帮爸爸吃药喝牛奶哦，祝你爸爸早日康复哦。好，那继续念地藏经。哇，廖金禅师姐黎文，大家好。我们谢谢啊。那这波天空新闻台综合台文宣队莲花慧君的 YouTube 这个脸书，还有这个抖音小红书，欢迎大家给我们按赞转贴分享支持，欢迎大家加持我们的温宣队每一集的我们的影片都会放在 YouTube 哦，如果想要常要再来看的话，也可以到我们的 YouTube 来看哦。好，谢谢大家，我们给师尊活菩萨救命，爱斯德鲁亚比布里布里。好，明天晚上礼拜五还有一集，莲生活佛文集网络读书会直播，我们空中再会，明天会给大家不同的惊喜，大家看看再看看会是什么。嘿嘿，好，晚安，发喜充满，给大家么么哒，晚安。